蓬莱居，周刚，小云。 这是他欠下的血债，我不过是让他血债写偿而已。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三万年。不是这样的。那真相是什么？三万年来，所有人都在歌颂战神的威名，传颂他杀死沧海的英勇事迹。但他们可知？ 摩罗族遭遇了什么？这三万年，我又忍受了什么？事情的真相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楚光他不是凶手。你又如何得知？我都想起来。 是沧海，我知道，这三万年你承受了很多，事实的真相我日后定会告诉你。现在我要去找他。 楚空他已经死了，你还去找他做什么？修明，您放我走吧。 三万年前我没有守护好你，才导致悲剧的发生。这一次，我不想再让悲剧重演。修明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命运，和旁人无关。我求你，你放我走吧，我求你了，你放我走吧，修明。